最近微软开始推送 Windows 11的一次重大升级。发布的重头戏之一 Windows Copilot 是最大的亮点。微软正在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中加入这个新的 AI 助手。不过 Windows Copilot 其实算不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基本上就是一个略微集成了 Windows 的必应聊天面板。功能远远不够。要使 Windows Copilot 发挥到极致，还需要能够与各种系统设置、应用集成等等。虽然现在也可以用它做一些 Windows 的事情，比如截图或开始专注模式，但功能实在太有限了。Windows Copilot 如果从现在的固定窗口改成悬浮窗口会更有实用价值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管用户尝试做什么， Windows Copilot 都需要用户的再次确认。用户使用的是很容易理解的自然语言查询，但每次 Windows Copilot 还是要浪费时间让用户确认操作，而用户只能通过鼠标点击来确认，这实际上让键盘快捷键失去了意义，因为最终用户还是得用鼠标点击。比如用户在 Windows Copilot 里输入开始专注模式这样简单直接的命令，它就应该直接开始专注模式。虽然 Windows Copilot 还算不上完美，但不得不说 Windows 11中其他的人工智能功能还真的很酷。视频中提到的所有更新包，截图工具因 AI 而变得更有用。随着最新的 Windows 11升级，截图工具也得到了 AI 升级。而在小妹看来，这是迄今为止最有用的升级之一。微软最新的截图工具版本已经加入了文本识别支持，用户可以从屏幕截图中选择并复制文本。打开截图工具，点击新建按钮，或者直接按下 Windows 加 Shift 加 S 键盘快捷键开始进行截图。截图完成后，点击工具栏上的文本操作按钮，截图工具将自动识别文字部分并突出显示，此时可以直接对识别到的文本进行复制。这个功能非常实用，相信很多 iPhone 用户深有体会。画图现在支持透明度和一键去背。另一个最近获得大规模 AI 升级的应用程序是画图。从图像中去掉背景是小妹经常需要做的事情。很多时候都依赖于互联网工具来自动去掉背景，在 Windows 中直接内置这个功能真的很酷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由于画图是一款真正的图像编辑工具，还可以对图像进行其他更多的修改，添加其他元素等等。随着图层和透明度的加入，画图终于迎来春天，至少小妹已经将它作为日常必不可少的新宠。图层就像画图中的透明玻璃片，可以独立地对每个图层进行更改，然后将它们叠加在一起，以创建所需的作品。如果对图层不了解，可以想象正在制作一份三明治或一道菜，其中每个食材代表一个不同的层。对于三明治来说，如果把各种食材叠加在一起，就得到了一份完整的三明治。照片应用一键实现背景模糊。最后新的照片应用有一个名叫背景模糊的新功能。这个功能可以模糊照片的背景，让主题更加突出。这是一个非常酷的功能，而且与画图不同，照片提供了一个选择工具，用户可以精确调整哪些区域应该模糊，哪些应该保持清晰，这样可以更精细地得到效果，而且可以通过右侧的滑块调节模糊强度，效果非常不错。人工智能可以很酷，但它必须足够实用。人工智能元年。
看到什么样的黑科技都不足为奇。但对于普通用户而言，任何新技术都应该以实用为前提。毕竟只谈概念的人工智能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太遥不可及了。